奧運咧，大家見到時間咧係越嚟越緊迫㗎。咁呢度咧，局方咧都非常之關注事件嘅發展啦。咁我哋其實咧，而家咧亦都係好緊密啦，同埋咧係多間嘅電視台咧去了解最新嘅情況，亦都咧係透過香港奧委會嘅代表咧係了解奧委會呢方面嘅立場。好多嘅呢一啲嘅係關於商業嘅呢啲嘅決定咧，同埋大家探討緊商業方面嗰個條款嘅時候咧，政府係唔適宜咧去加入呢一啲嘅討論嘅。咁但係喺呢啲溝通方面咧，我哋認為咧仲有好多個空間咧，可以幫大家咧係解除咗呢啲溝通方面嘅障礙。